心，有清入吧？咱即卖定心，发下咱家己的本领，这是天意，是我内定啊，写出着即卖这个心气啊。上天伊爱咱无形相貌，来讲出着即卖这个整个大地啊。这是咱的内境，生出着现场啊！咱即马这个接收，是咱行回这个天地。我将着这个内啊，该转出来向外，传着我即马所有接收的这种来源，现到是天意啊！是咱行的无形中，这是咱顺家一点清甲源头、源底，这就是要咱直通的体会感。这拢是天意，赐我在世间，搁转倒转来啊！咱的原点、原神、原所在啊！无形伊个天地，照证咱出家这条心性啊，真元个天界啊，普咱显明自然心，是咱行正一条灵气，予咱来讲着顺家即世性啊。无形伊爱咱一命，因为这是无形，就是无形体啊。今咱爱是将着咱这个心，直通咱的观天呐、啊，一片光无形体无形嘛。这就是咱定法现主时的气流，咱以清净入咱这个心性啊。再当恢复咱的本性，灵源有无有灵气，转到清净这条心性，无形伊的天界，予我落定现在，这是一点灵性，使咱显明啊。这么啊顺利，有咱一点清楚的天界，咱再来恢复正法正神道灵，是以青天的本性，咱带有原始的天神，无啊又这么啊顺。咱才会当讲清净，咱的心意，真愿是天性，使咱清是路定。即马我是随着先天这个理，行入着我在世间心中这个气，流出来这个声音嘛，恶魔娘啊，你传呢？这个话语啦，这是咱的内定。我将着这本经啊，解播出来。这就是咱咧讲的天性啊，直通咱这个心境。不应该啊，爱你对个着，今日要顺这个天理啊，这讲无形的真气。要来练着咱这个心嘛，伊会自在啊，修合咱这世人这条灵性啊，生神啊，这个原本，这拢是咱的本源啊。我爱取着清界这个天理，倒转啊灵性啊，这条性质啊。咱来拢是归原体啊，
啊，体有这灵性啊，有这口气啊，来代表咱今嘛无生有诶，这个愿性啦、啊，愿意啦、啊，这个树立就对了。是咱用着一点灵性，要来讲着咱今嘛这个接受，自然生，自然变化的。在这个当中，我会是今嘛所有生，所有种的出来，咱这个灵性，啊，无爱我做的人，就这种情境，入伫我今嘛当下。会当讲的天元灵性、心灵啊，这个源头的天意啦。心灵是天法界，清净是顺心。我有这条先天的真意啊，这是母娘，母娘就是咱的天元大本体啊。这就是咱回到正法这个天性，入在心中出定了，拢是顺的。咱照这么啊清楚，脑神中你今嘛要讲的话语，这个线路啦，是母啊给咱牵的，母娘伊给咱教的，予咱慢慢会当依道依乱依错。入到咱即嘛，对咱母娘啊，这条心对的，是咱行会这条灵性啦。大家共勉，咱这条清净啊，拢是爱勉励鼓励，加油！一世人，咱才行会过关啦。种种的苦处，种种的苦难。这就是咱的百摄啦，将到这个摄生苦味，咱倒转来这个心嘛，会平静啊。这就是咱修行的快乐心。今日咱只有讲天理嘛，事我正会到，这个心的愿，真理有无的灵性。开源转嫁是清净，咱在现主时，咱有这个肉体，咱来用着真理控制着咱的内定，咱的内心这本经，这就是咱的走转嘛。你要走这转路，你才会当讲到这么清楚，咱家己的本性，咱抓着着咱的自信呐。是咱这条先天的灵性啦。我来讲，着出定金宝啊，这条本领啊，恢复清净中，咱只有母娘啊，伊的灵元神，是伊清楚的天界。我才有金宝啊，降落心神。这是咱自在的天理，落定这条清楚的心意。灵源有母有灵气，转咱清净的心。我有一条无形的天源，打通清净落心。这是咱顺着先天的本性，来到着顺家，这尊神，伊的名利啊，名利当然是名心咯。是咱即马这个心，伊的水开，这尼啊名利，这尼啊庄严啦。这就是我传法，这个天理，用着我的心电，发射着这个光。甲我即马接收的念力啦，念力是上紧的啊，来则光啊，来则电啊，
来到这个气场啦、磁场，所有的引导，这是天官的本性啦。我来讲就顺家显示性，上苍伊的灵性，就顺咱的心跳，因咱爱拢是源头源头嘛，咱再来复古嘛。我个人足早足早，这就是咱团会先天的本性。阿婆阿伯，让咱见原体，啊，这才会当甲体有哦，念甲安安嘛，肉蹭蹭，是咱一条正法的灵性，归空啊，咱的本性定位啊。真愿天意使命在，归咱显露正信，是咱一条清楚的灵性。一世人，咱就行法的稳定，无形伊的灵性，就得通先天的本心嘛。是咱有阿母啊，这条灵性，归咱显明，这尊神也真气啦。这是要偷咱世间，你所有咧无的，咱每一支毛病，这就是咱要讲的天性啦。毛根康啊，伊要出家的垃圾啦，伊再偷开啊。咱的老官，腹内再舒服啊，精神再好啊，真愿是天理咯。路顶是这条灵性啊，今日是咧修性进嘛，道性嘛，兴趣嘛，个性嘛，这才是咱咧讲的通灵顺天意嘛。啊，就是咧生硬盘嘛，即个他的逻辑嘛，这是咱的天灵嘛。咱再来讲顺家心中的本意呀，心灵五在出天性，心灵归母回天理呀，心灵出家定道心。教化专利天性，这是咱阿母啊，伊的性质上悬嘛，无比这个较悬嘛，因为所有拢是母娘生嘛，所以讲母娘伊会生咱就会管咱嘛，啊，就看会到咱即嘛伫遮咧活嘛，在生咧活的这种心境嘛。这种过境嘛，啊，这才是母娘伊所讲的嘛。孙悟空离未开着如来佛祖伊的手盘中心嘛。所以讲，咱有这条先天的灵性，母娘伊疼咱，敢若亲像手中的明珠嘛，手中的金刚丸嘛。这就是咱对着灵魂这个灵性嘛，只有讲咱这个灵珠会光辉念念嘛，啊，这个大智慧嘛，咱心乃求登来啊，啊，这就是外禅内定嘛。你找老母啊，这点灵的甘露感嘛，显露是正决心嘛。增加是咱内定的乐感嘛，今咱爱是清楚这点灵性啊，上界甘甜，上界甘凉的，这就是咱在世间要爱嘛，永远的健康嘛，永远的自在如意呀、啊，如咱的心所想，你所有提到的，安尼这心才放得开嘛。拿得起放得下嘛。
这就是咱的自在嘛，是咱这条敬天的本性。阿母啊，伊予咱这种清净的本性嘛，咱带有在世间，落甲这种接受嘛，这种处境嘛，啊，这是存在的，啊，若无我念袂出来嘛，我拄仔咧讲的念得上紧嘛。是咱一点灵气，爱咱恢复清净的本性。修就是修咱的自性心、自性力这种体会感嘛。你若体会无够，你就考验倒了嘛。体会有够，就是你真正实验徛掉了嘛。永远拢是伫这个点数嘛。是咱一点灵气嘛，咱要学着通灵，在世间的心嘛，这种情境嘛，这种层次水准嘛，啊，这才是咱修行的进步啊。咱读个顶这个心花，一定上啊，咱顶顶啊，这种出名嘛，是咱叫做天命嘛。你唔使学着你现主时的水准，咱所有讲的讲叫做属性啦，本性就对了。真愿天理露灵性，教咱转命清咱心，这是原体咱的定力嘛。阿婆啊，爱我出家是定心，这个力头嘛。但心是未讲话啊，你是看未到的啊，所以咱用气来做主嘛。本来所有拢是气，咧甲咱阻拦嘛，咧成就咱这一生啊，你咧活过这个年份嘛。这是清楚这点气啦，咱在世间。向上观的天顶，元天有道顺天理，教咱转灵本心；天元有道定路在，照咱清家路心意。天元是无良心，带有咱找出元天灵。这是清楚的天啦，我阿母啊顺着灵性啦，啊，咱才会当归清净，这尊神，伊的名利，伊的名心，伊的名根，伊的名神啦，所以神是明明明的啊，伊是会当做主的啊，过去。甲当中甲即嘛，伊拢显会出来即种口语的形容，即就是咱的表示的力量。今咱有原来啊，这个当中啊，会当讲出着咱的属性。咱即嘛咧讲的通灵啊，无也无啥，会当顺着咱的心，照着咱的神呐、啊，安尼过关嘛、啊。这是咱。照着先天的灵性，抓住咱个人的心神呐、啊，这种环境，咱要有心内底这个气场啊，引导咱入定原来迄个本境啊，啊，这才是咱的境地啊，境色就对了，境是完全是讲的啊，不是你咧讲的幻想做迷茫啦。爱是临场的，来做咱连主席的演员了呢，临时演员啦，是咱一点灵气。要来讲着显露咱的上天路，母娘爱咱行，就是行，就是做，啊，这才是学的成。你无直接，你无现场的。
安尼即种考验，即种考试，你都无这个底呀，哦。所以今日日，咱有写字的，有画符的，有灵动的，有灵精的，有唱的，有讲的，咱咧照这个版本安尼去入定啊，实实在在去破错就对了。安尼则是咱的彻底呀，今日拢是一切嘛。知影咱有这个灵性，有这个灵语，有这个灵文，好带予咱的灵啊进步嘛，或者上升嘛，是咱主宰这点灵气啦。但是这咱人爱磨，磨就啥？等待、忍耐、期待、实现，然后实施啊。书就是去做啊，去行持啊，你的善意啊，助天啊，耕地啊，耕耘地啊，所有的人啊，你会当学坐啊，啊，这则是咱要讲讲道人爱道到大顶，搁带到位咱的天意啊，天路就对啦，要讲讲上天庭啦。天堂有名啦，这就是咱咧讲的灵性啦。咱要报人会当出关，伊会当顺利甲目的地啊。啊，这则是咱的基地嘛，咱的基型基动，献伫上天的本性。我爱顺家献的命，咱做人照这个理智啊。真深真深，真快真快，倒转来坐位嘛。咱无爱搁伫外口流浪嘛。啊，这则是咱的宗旨宗门啊，倒转来咱的宗原本啊，是咱一点灵气啦。要来讲着通灵，咱的心意。母娘伊放予我这个大自然的气啦。当然我有这个引力啊，来导着我家己啊，这种过程啊。啊，你有听到就是共参嘛，大家来参加。尽管天意是不行道，甲咱转灵是即天意啊。灵源灵性归天理，行开正法路线。一点清楚的天意，平常开源是咱最忌的。上苍有咱本道性，甲咱转的通灵，是咱这条先天的灵界。我爱有母娘这条正理呀，才咱先天这个元能。做咱这个心发光，照着先天这个灵性，采大自然这个心性，真理有咱显世行，照咱心通灵，无形之本在心内，锻炼悟出世间财。这拢是咱清楚的天意，每一个才能在现的出现啦，是咱在世间的心，要来讲出着先天的性嘛。咱爱是顺着心灵的天，再来讲行回咱的性嘛。真有力真定会发界会当相爱，这拢是千金嘛。千金就是阳金嘛。阳金就是永远不变的物啦，命啊就对啦。这就是咱咧讲的灵性啦。会当倒转来顺阳的光，真源拢是天地，爱上天界。这是咱的心意嘛？今咱爱照着天所属，
这种天灵的本性，天公伯阿公的体的公文，啊，这就是神位啊，是咱一条先天的灵性，出在个人的心，归灵，天元伊的本灵性，助咱正法回天理。清净是咱的原灵，阿母阿来讲，则是心清啦。真灵有无慧天性，教咱转理安定，有咱一条先天性，再来回到无形缘，转到一点灵气。咱来学成先天的本性，有咱这条先天的灵性，咱再来行法界心啦。这是咱清楚这个心内底伊所成的，今咱这个心拢无乌白心，拢无幻境，所来。这就是先天的地财啦，教材就对了。啊，是我今嘛用着正理的观念，行出着咱这个法的本性，内底这个原型啦，出伫现场啊啦。啊，这唔免阁等啦。有诶是讲，即世人你做好有无？啊，你才有这个神的感应度啊，直觉啊。咱所谓名利名根嘛，啊，这就名觉啊。佛道如这个佛就是觉者，这个道就是心清啊。咱儒教的，就是你生活你讲会出来这种抗战嘛。要听较白就是安尼啦，因为我讲的是台语嘛，伫探甲我这个心嘛，啊，我这个心会当产生着无生有诶，这种。导咱的心，导咱的气，导咱的灵，导转的范围嘛。这就是咱咧讲的好逻辑嘛。探咱现主席，这个福建的闽南嘛，有闽江啊，闽北甲闽南啊。所以讲，咱要找的是正统的好逻人嘛。这就是咱咧讲的通灵啦。一世人，咱要爱心的清净，是咱即马对天地嘛，对咱人性嘛，这个源头，这个起源，这个生源，这是天元的本性啦。我点点滴滴灵清嘛，再讲甲源，咱的祖气嘛。传落咱现代，咱才行行顺顺嘛，是咱一条先天的本性。不管你在世间行什么宗教的，做什么事业的，属龙工商的，各行各业的，也是咱做官嘛。你看政治头嘛，咱的心拢爱轻松嘛，拢爱无事嘛，官场啊。你爱如意吧，卖烧电锅嘛，啊你卖有天灾地变嘛，安尼才变成人才袂差嘛，是咱一点灵性啦，要恢复来正理天命嘛，啊这就是每一个人祈祷啊，心内底你这个路线，心内底你这个神气啦。安尼，咱这个地就是地理，这个环境有无？伊就会当促进发展嘛，互咱每一个人永远会当生活住伫遮好过嘛，会健康嘛，会绿化嘛，是咱一点灵性啦。要来修着咱的本源本性，互伊更加广、更加开阔、更加咱的建设。更加显主是咱的知识，咱的自信啊，这就是咱即马路王啊，咱
咱连主席拢靠这个网络，咱心内底这个网络，伊伫遮咧甲咱调价嘛。咱是用心内底迄个目睭咧看嘛，啊，你才看会开看嘛，看会真正会入真嘛。在世间咧收钱，就是要收真料的啊。啊，你若是假料的，死都爱规张啊。是咱一点灵气嘛。要来讲，就顺家咱的天性，咱在真诶做假料的，死变张嘛。咱过去有啊，中央搁起个迄个廖清泉啊，死变张清泉有无？大家毋知咧怀疑有无？啊，拄拄啊好生张一个清泉啊，这毋是歹话啦，这就是要教咱会晓较早多亡，你。改世改名啦，较早政治无亲像今嘛，会先进嘛。今嘛你有手机啊，有监视器啊，大家唔敢做歹啊。内测就是安尼啦，你爱主观，啊你就袂掉秤啦，你就袂犯规啦、犯戒啦，是咱一点灵气。这个过程是咱家己去处的财嘛，佛老教甲你现主是这个生活内底，这就是咱的点点真啦。修行这个过程啊，你的念力啦，你心中的教材嘛。今日去新加坡，哦，边啊这个马来西亚，七天，你若无真正直插。啊！你就戆戆安尼过七七七天了。但是你若经过有老母啊，甲你教的，有平常时你的体悟，你就知影这七天的真谛嘛。咱爱是这个资源嘛。啊！你唔当啊！你有修持，则比平凡人有无？佫较戆直啦，骗一个就过啊。啊！你心就无一个主宰啊嘛。无一个主见了嘛，啊人啊讲行你就行，啊敢若亲像破布咧，啊若要停你就踢伫遐嘛，是咱一条先天的本性嘛，咱的性质啊要更加清幽的观察嘛，今日是测咱的心嘛，你所有的评判，啊这就是断啦，要断垃圾还是断清？这个明光啊，啊，这就是神啊，伊住伫你的心咧做主啊，上苍的天意啦。我爱是先天见贤之事，真愿本意一定成。教咱转的是通灵嘛，这条圣意嘛，看的是个人知嘛，好、哦。但是你唔知道就是永远唔知嘛，无人甲你讲破啊。今仔母娘逐工甲我点嘛，啊点着怎？敢若亲像一空用这个尖层线咧甲你补嘛，敷衍补车嘛，抽砍玻璃嘛，啊你才会当宽扬啊，原本的乾坤啊，啊后天是水火为准啊。这是咱的天元灵性嘛，来讲就顺家，咱的天命嘛，后天的西方金，正平是坤嘛，倒平是乾嘛，所以讲以是以地为准嘛，这就是咱通灵的天地啦，要搬倒转来咱的灵性嘛，地就是两滴顶啊，两灯嘛，敢若亲像咱咧讲话嘛，咱讲话当中只有好歹嘛，这两片嘛，开嘴啊嘛，你才讲会出来嘛，啊你永远讲的，啊拢是好歹，拢是明暗有无？啊你就无符合着逻辑嘛，永远伫遐烧酒嘛，烧定果嘛，是咱咧恢复着。咱即马这个三堂嘛，
永远的天光嘛。真愿一天日落，陷入清净，咱的顺性嘛，灵魂伊的天性，是咱来悟出这句话的心意呀、啊！啊，这是咱对着天性，母牛爱咱顺养啊，真理是天界，阳光啊，这是咱的主菜嘛。咱所有不管是七下光、八下光，还是九宽光，拢是对咱即马这个心的光嘛。家己的心上重要嘛。天啊，伊搁较大的光，咱人若要甲抹乌啊，天也是无永远的光嘛。人的心嘛，上界雄嘛，上界干杂嘛，是咱一条先天的灵性。要爱咱顺家这条天命嘛，咱人要做头，就是爱刚直啦，刚强。安尼走，我都带领着先祖时的善恶啦，入着咱今嘛无计较的中央啊，无战乱的有无？无侵占的这个国度有无？这个平和咱嘛，是咱一条正天的灵性。我爱是行出清体，有咱一点先天的本性。我来度家己这条元神，这是咱天元的灵性，直转咱个人的心安，恢复清天这个灵性，咱再来行回道灵真理。有秒一天，咱爱显明是顺咱的心，这是咱道家正法心，加强咱在世的心意。真愿正道是天性，开悟出定是天灵。我有无啊？这点灵气随着真灵，这个天性啊！倒转来归元，世间离未开着完成、完全、圆满不欠，这就是咱的宗旨嘛。世间要来完成人科，咱世间的生活道理，就是咱即卖夜经咧讲的人世间嘛。所有的经过，所有的心会好，还是心未好嘛？然后你这个心若清。你就无干扰，你就甲这个地庙、甲这个地基神会合嘛？咱来做一个解脱，做一个解脱，做一个咱即马咧讲的消咱过去的业障嘛。咱所有流失、完成这处无，咱看见的囡仔嘛。啊，你这个地盘若做好，你早我都甲天神相通嘛。啊，这是咱的计中计嘛。你这个个。做到完满，搁升起一个。天啊通啊，你这个脑神经，你就会当行过啊嘛。啊，这才是咱的理想嘛。啊，今仔咱爱都无味嘛。你会将着这个都有味，搁甲定价，咱这个味啊，会当结完嘛，未分散嘛。啊，你才袂水通通啊。今仔咱所讲的汤还食袂饱嘛。一定爱食甲真苦嘛，啊！毋知咱讲食苦头糜，过去无钱诶，拢是食糜嘛。啊，做初冬诶，你食糜都熬腰啊，到尾也再做饭嘛。是咱用着即个学诶当中啦。啊，你若学半冬水啊有无？啊是粗皮啊呀？哦，着冬咧大冬咧熬食有无？啊，即拢是。打打咧学的嘛，啊！这伊上高爱啊，上高讲啊，伊就多去接受嘛，轻松嘛。是咱要来讲着，咱的内境，咱的内定，咱的判决啦，你的观察的明确，显露实真发生，开源出家，实定心力，定源
伊诶灵性，是咱主宰即点灵气嘛。伫咱马国七工这个当中，每一个拢是白纸，但是你要写出着白纸这个乌字哦，你要交起母娘家，啊，这就是你诶考试单嘛。啊，是虾米人交会出来？名利是非，你真正有受到众多这种传人有无？啊，你就当写出这个报告嘛。用话咧讲也是写啊，是咱无形的，要有咱敢亲像一种证明就对啦。咱政府是认为你认定你这个因啊嘛，你所写的内底这个文件嘛，啊，你才会当成案嘛。先到这个属性嘛，所有的都是要经过你这个心嘛，你的印刻，你的印证嘛，你的证明嘛，是咱修行啊，都是探证嘛。所以说咱要有真正的灵性嘛，探就是水嘛，哦，就也是说苦了就对了，但是这就是要咱洗清这种证明嘛，你若有智慧，你就当经过这个坎坡嘛，这个坎的当中，这个困难嘛，咱是唔讲甲动神、动阴神有无？有相通有无？你的心动若甲神会通有无？啊，这个地动若通，啊，你就敢那亲像点火咧啊！哦，一盏明灯有无？破千万年的暗嘛，啊，你甲天相通啊！所有的金啊山。所有的旋轴山，你去你嘛唔知道这是旋轴山嘛？有太阳烧入来，你这个所有石头伊若反光，你就知影讲这内底都真正宝石啊嘛。但是你要将着这个宝石甲压出来，啊，互咱即马这个工匠啊、师傅就对啦，啊，甲机器个甲磨磨有无？伊就是一个会当反射，四方十方有无？伊这个光线嘛。啊，咱才会当喜爱嘛，因为咱爱拢是爱光的面子，是咱一条先天的灵性嘛。咱要做囝，爱有成绩嘛，来感恩咱的父母的温情嘛，互父母会当疼，互父母会当喜爱嘛。有效毋是干呐讲互父母食，互穿尔尔，爱做到互父母迄粒心的欢喜嘛。生出着灵珠啊，囝嘛，是咱一点灵气嘛。世间有钱诶，伊未去依靠父母啦，真济嘛。我毋是讲全部啦，啊，你着想会到啊嘛。伊若小可有两三仙啊，有无？伊着讲伊白手起家啊嘛，毋知影我报恩嘛，毋知影伊所有生源伫倒嘛，是咱。一点灵气，要来讲就顺家，咱的天性，人的逻辑拢是这个小空间啊，尔尔嘛。咱一定要甲经验大嘛，咱一定要有经验，真济真济嘛。你才会当捏呐，你才会当提着，你才会当抓定，咱这个心中会好材料嘛，是咱得通一条灵性。可见啊，咱的心神嘛，即马咱都要看啊，搁等落那有啥物意思？是咱本源这条灵性，是咱在世会当看天嘛，观海，啊，这就是咱心的成长度嘛。你用着平常心，你才无阻碍嘛，才袂起起伏伏、沉沉嘛，天元。伊个灵性，爱咱行个是平路，是永远个好路嘛。啊，咱走啊，都大进步嘛，大空间、大发扬。老母啊，伊即个威严嘛，有咱一条先天个真啊，咱再来讲心内，上苍伊个本意，念念环环相扣，咱即嘛即个灵性嘛，共一体。真心嘛，无其他的疑心嘛，是咱这条灵源的灵气嘛，
提出着天恩人人啦，无起起来嘛。咱所讲的日头，伊就是全光的啊。但是咱有这个其中的云，甲你压你看无啊。但是咱会当看到恶慧婆婆啊，恶慧菩萨，哦，伊的所望望事无，就是十五要到十六上圆。这就是咱咧讲的无变有，有佫小甲变无，是咱顺着这条灵气，天意所挂的，即个日月星三光，都咧甲你讲，有时星光，有时月暗。这就是其中啊，咱有这个虚空，伊所有的存在嘛，但是伊无逐天出现呐、啊。是时阵到，伊才会当出现啦。有咱的方便啊，有咱的护神，有咱的雷公电庙，有咱的分中主，就是咱的分中君啊，伊咧做主的嘛。分若较济，雷公四那就来啊嘛。分若较轻有无？咱所讲的大自然的物件，你着看即粒原来太阳光嘛。世间就是用安尼咧甲你刻啦，刻你这个心嘛，刻你的命案嘛，刻你的气呀、啊，清甲落。原天有落，正天地，虚空转达，则是咱的心意嘛。你所有讲较悬的经，法华经，哦，咱咧讲论严经，所有讲甲咱今嘛咧讲的灵性。法门品观的世音，这种是高维度的嘛？啊，今日你讲的是高维度嘛？上观的天，啊，你搁讲到咱即马地面，咱人的生活有无？啊，这爱减的就好嘛。啊，你若无这个高维度，啊，你就讲咱人的生活这个逻辑嘛？关键拢是同款，但是你要体会到这个中，这个气的相通。人甲刀，你的中单，你的中路，啊，要伫这个鼎结完了无？啊，这就是咧个人去处理嘛，啊，你再当裁决平准嘛，准确嘛，是咱这世人，咱所有修持，拢是伫咱的肉体内底五脏六腑嘛，咱的筋骨旁嘛，你所有咧讲的，咱的骨髓嘛。啊，这才咱真正的精华，一点点啊，你都无差、啊。是咱今晚要照着咱健壮这个时阵嘛，咱会当活化，咱会当活用这个活主嘛，活镜嘛。啊，活镜当然是伫咱的夜主嘛，十一点到一点的时阵，咱来休困。啊，这是天色的呀、啊，唔是我老狗听我讲个只个。显道是本天性，开悟啊是出定咱的心，有咱恢复正法心，咱再来讲行回通灵的本意啦。这就是咱见宝啊，这条灵性开源转正，咱的天性无形也天理，只有清净中咱的天意嘛。譬如讲，你有会当讲这个工课，你会当做主的头前这个角色，你一定做什么代志，一定爱摕一本簿啊，甲记起来，因为这是你永远的草本嘛。你有安尼开始，你记起来，你才会当深心，甲记甲永永远远好存在嘛。啊，你要出国，啊，你心就放开开。物件当然容易看见嘛，包括你的生命，包括你现主持，你要哪做你都唔知嘛。你所有背包若开开，人别人甲你落一个物件落，你唔是一世人完蛋嘛？过去咱香港过大陆的时阵，有真侪闲囡仔，阿囡仔可怜到偏到我几个有无？伊讲我提袂过，你甲我提一个有无？一世人。安尼就解决啦，无都见到这个日光啊嘛。
所以讲，咱人啊，一定爱家己为主，唔免加步啦。这就是修行中啊，咱要讲的，家己顾家己啦，家己顾得真完全。你会当讲道理，你会当施道的时阵，你再来讲会开嘛？你伫咧出入的时阵，你咧讲道，你伫众人的头前，你咧甲我问这个道，不合逻辑嘛？吼、哦！所以讲，咱要讲道的时阵是清净中，有咱这道友哦，你爱讲的，会到时啊，才两点半、五点。就真侪好角色伫遮嘛，啊！你要来讲，你来发表，啊！你要来当疏通，啊！这是好的机会嘛。所以讲，讲道爱有迄个道场嘛，哦，爱有迄个道根道本，你才会当讲较入神。是咱一点灵气，要来讲着顺家，咱的天地，恢复正法。这条灵性嘛，开悟转觉，咱的天性；无形中，咱的天理，爱咱找出着灵觉，啊，这口气嘛。今日咱去马古，哦，龙天宫，也这个大酒店嘛，有五个晓天八卦嘛。晓天八卦，伊只是甲你讲嘛，水是一局，火是一局。咱的土是一局，坤甲坎哦，甲棍就对啦。坤棍啊，甲咱中土，这一条线就是土嘛。啊，即嘛就三局啊，水火土一局啊。啊，即嘛剩下金甲孙木局的呢。啊，即嘛就讲地甲金木一局的，五行就是安尼定啊。啊，你若看有无？这五行是表面安尼的嘛，一是九重嘛，九层就对啦，啊九层就代表千千万万层嘛，就是上济啊，非常的多啊。伊甲你讲是讲安尼，唔是你只嘛照迄个物件，你卡伫啊站伫啊舔，咱唔是读书啊，你讲博功大道啦，是咱一点灵气嘛。咱要看有现场，这个图案嘛，内底伊所有的生，你要安怎来变，照着你这个心意，出着你现主席赞处嘛。有诶讲做层次，真元天意道天性，教咱转的是顺天行，是咱归元这个天意嘛。出外口看。就是你平常时所学的考试嘛，但是你唔知影，哦，你确实出来在佚佗尔尔，干那愿意拜尔尔，哦，人话你归来，你就归来，心爱有主嘛，有主就啥，我有虔诚，为后你来个桃园，底下等飞行机，搁坐飞行机四点外钟。过来个吉隆坡，过来个你的疆地，我心这么虔，那就归，对不？归不是你咧夸的啊，是我心甘愿要归的，迄才是咱真正的礼啊。咱是家里人啊，人话归你就归啊，安一个就破功啊，道理就是差安尼啊。恁有去的，恁就知啊。现场你嘛知嘛，做机只是代表尔尔嘛。你讲酒厂当地面要创啥？你讲酒厂这个副甲监是要做啥？考业考业啊！唔则真侪孙阿叔这有无？我拢一直甲叮咛，你莫讲收侪话，收侪话就哪像啊切椒啊，切椒啊，就滴滴答答啊，怎啊你嘛听有啊？容易犯官司，容易做口业，啊，无不如你伫遐咧滴滴答答，你就爬起来，逐天伫遮训练，逐天伫遮叫，伫遮哀，这才会当熟路啦，熟咱的心开用，真愿是一点滴，
拍破咱人生的光荣啊，光作。显露是真发心，开源是无量意，咱爱是这个根底。和这丛树啊，和咱这个身躯会当发光，会当和咱自己通天条，倒转来咱的本。这个性啊，今日这个性无改，你就无这个智慧来带着你现主持这个丹炉啦。这就是咱要讲破人世间咱的天性，精精济济啊，咱的气味气氛。灵源伊的灵性，是咱爱来讲着顺家无良心，这是咱清楚在世间哦。你走这面图，这面壁好看哦。咱们去花莲来话，清真寺只有看壁呢。壁本来就无形的啊，心中是有相啊，所以讲伊是面壁啊壁。就是无生有诶啊，哦，本来无有这面壁就是有啊，代表咱的面。今仔我向着这个壁，就是咱所有无形上拢建遮。啊，这则是咱真正你讲诶，有诶拜无诶，这个尊神拢伫遮啦。啊，这就是咱灵感嘛，你诶设定啊，你要安怎摄入啊，你要安怎记入啊。你现主是这个心境，无会变作生有，你会现场吗？相信大家拢有入的吗？华人清真寺汉尼大经，汉尼开阔有无？但是伊入的要烫鞋啊，我就无爱啊。所以讲是起这么大经，啊你无义工有无？你入的爱扫爱清嘛，爱、啊、就是平淡，有好有歹啦。因安怎讲？我这个小道场，你都包括你穿好的，淡落落你嘛听我几摆，我嘛无叫你烫鞋啊。啊，我就是安尼做啊，用方便啦。啊，你若讲无方便哦，你无法度来只讲道理啦，因道理伫心内底结缘啦，哈，这个真气伫内定啊，这个经济呢呢啊。啊！你若无用方便，你哪有法度讲甲心内底哦？这条光线呢？哦，这个道本呢？是咱世间爱去过境嘛？照假有无？照着你即马脚无穿鞋穿拖啊，你会当方便嘛？今咱就是受到某样方便法嘛？啊！这就是道理中，你要怎讲？人甲神有无？人咧变怪嘛，人咧超度的嘛，比神较大嘛。神啊，伊是何方的神？神伊是经过千辛万苦啊，伊才有法度伫遮坐位啊。甲门啊讲做神，伊就是遮尔清气哦，一定爱大慈大悲大爱博爱嘛，这才是大公道嘛，大本的心嘛。天公伯啊，那心想讲，你的心安尼有无？啊，这天、甲地、甲人、万物，你都无法度合计啊嘛，合作伙嘛，合体嘛，是咱在世间方便就是安尼嘛。出入有无？你莫受到阻挡嘛，阻碍嘛，这就是咱个人的观念啦，是以我啦。你看真侪兄弟有无？不爱用慧能。不要用降价，啊！你都爱烫鞋啊，有无？咱国内你遐唔真济间，啊，到尾啊，拢嘛是改善。啊，恁自己出入啦，哦，用自然啦。啊，恁有人来有无？我才有现金，才有法度去整理这些庙事有无？所有的爱建设的派去有无？神伊若无看你这么远哦，你人呐说安尼有无？到尾啊，你真正无现金，何来补你？后边要用的这种建设费嘛，啊，这是正常的物件啊，是咱一点运气。要讲就爱讲到这么远这条线路嘛，神是会当预测咱人生甲死有无？这个期间呐，你所有的过境过程嘛，啊，这是神呐、啊，
是咱一点灵气，是咱来讲着出家这条天命啦。当然你是凡人，我如果我若无代驾，我无请这支机啊出来，我烫就烫了嘛，对不？但是我请这支机啊，就是代表母娘的威呢，哈？你搞清楚啊！是咱一点灵气，显露是顺家，咱的天命嘛。我唔得讲一寡无出门的无讲，你今日有这缘分来到这，是这支机啊，代表老母哦，伊所有的行为，伊所有的典化，伊所有的交陪，咱才有今日来到这间宫来做一个兄弟宫。是你爱想到这么深啊，不是讲你想要去就要去啊，你无迄个福报啦。是咱一条敬天的灵性，伴咱永远心的顺时啊。天元是咱的灵性，慢慢体会啊，你才会当有这个良心性啦。甲大家拢会合，咱咧讲的道理，拢会当符合咱所想的未来路啊。马算算，未惊弯钩起错啦。安怎讲？咱的心嘛未骄傲，咱所有这个身躯愿意去上街来拜，真理则是天性，开源转道则是天命。有咱一条现世界，我再来讲通天顺自在，合咱这条心性，咱只有来讲回报。元天有路正法心，持在先天这条心，我才有悟出现代灵魂，归咱自定咱的心，这是咱清楚这点气，人生法界出天性。